你知道郭有才吗？他那个不知道，喂，不认识啊，这个人是吧？他干嘛的？是良心郭有才，您不认识？啊，不认识。十天涨粉1000万，郭有才。不知道，不好意思。郭有才，知道吗？不是很熟。山东郭有才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知道。没刷到过郭有才吗？没有，谢谢。刷到过郭有才吗？没有。你是刷什么平台？抖音。没刷到过郭有才。好。您刷到过郭有才吗？您知道郭有才吗？啊？我真不知道。有没有刷到过郭有才？没有。刚从贫困县考过来的，我山里出来的，你们这个我真搞不懂。今天才拿到的手机。我大学生，刚刚从贫困县考试考出来的。我们那边真没那么发达，好吧？你跟我说这个我真不懂，我是来上海都才没多久呢。用手机还是刚用的？是这样的。哇塞，考出来的。我不太懂你的意思，你可以帮我慢慢解释一下，你说的是谁？是一位山东的一位主播，也是一位非常努力的小伙子，经常在平台上直播，直播了好几年，突然就十天前嘛，突然有一天爆火了，粉丝从100万涨到1000多万，也可以说成功了吧。我们那边加起来只有4万人。坏了，1000多万是多少人？我不看直播，从来没看。20了，考到上海来上学，我考大学考出来的。手机也是今天刚刚买的。对，怎么了？出来上个大学买个手机不很正常？我看这边是公司。对。我还以为打电话的时候走过路过这里而已，你不要想多。